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shley， 隔壁的旁白小姐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怎么使用 PP 来观看 Ashley 老师的教学文章。首先拿出你的手机 ，iPhone 或是安卓都可以。请先至 Apple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下载 Press Play。下载完成后，请打开 App。先点选右下方个人，注册或登录账号。登录后会回到首页，请点选右上方的专案，再到下方的财经类别进入专案区，点选页面上的专案给通勤族的标股报告书。这就是阿信老师的专案了。进入专案后，点选下方的立即选购，并选择799方案。选择799方案才能看到所有的教学内容哟。接着简单介绍阿信老师必读文章有哪些。首先，新手必读篇，正确的投资心态，新手村文章总集，技术分析教学总整理。再来，新手建议必听的内容，盘前碎碎念，一周大事，不定期社团直播，每月读书会直播，重点教学搜寻，扣底值均线预估量5分K。回到专案页面，点选上方的学习专区，再点选右上角的筛选，在文章标题处输入你要搜寻的内容，例如扣底值，再点选下方的套用条件，就会出现相关扣底值的文章哦。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，影片内容的 APP 下载位置，旁白小姐会直接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。想报名阿信老师10月实体课程的同学，可以加入 LINE APP 直接私讯小帮手哟。下次见，再会。